三二一，开始啊！是的，欢迎收看李佩阳干饭日子。这个叫什么？雷椒皮蛋。雷椒皮蛋。Everything you do, it 哇哦，这是非常没有食欲的一道菜呢。这道菜几点吃的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一口都不可能吃。他这个接受不了，这是我的，看这样。Just isn't my forte, but it brings me to my knees when you say hello. How are you, my darling? 第三道菜是大炖菜，哇，这是香菜吗？不允许香菜出现。叮叮叮。饭应该快上了，给你们表演一下终极拌饭。一点点拌。这个拌饭不是很硬吗？一勺麻婆豆腐。这个拌饭好像是很硬的，我感觉很硬。这个拌饭不是很硬吗？这个拌饭不是很硬吗？这个拌饭不是很硬吗？这个拌饭晶晶，别拉没准。吃得好饱，还是弟弟能吃。